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来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曲目呢，是叫做《人间过客》，是由大陆歌手大欢所演唱的。那我们不浪费时间，来，歌词段落马上给你带上来了。第一小段，人生如梭，岁月如梭，经历太多，不再炙热。只剩下孤独，剩下寂寞，还有放不下的执着。进入第二个小段落，人生苦短，光阴似箭，倘若哪天不再出现，就不再孤独，不再寂寞，何尝不是一种解脱？多年以后的我已远走，不知会在哪里停留，也许会变成野草渔火，再不用食人间苦果。多年以后的你想起我，不要难过，不要失落，人生如歌。歌中有我，不过是人间的过客。好，来到这边就是我们的第一段，然后写间奏，间奏之后我们回去我们的 repeat， 好，回去我们的第二小段，再从第二小段我们再把它唱下来，唱到第二个过客，这是第一个，唱到第二个过客，好，唱到第二个过客之后就准备结束了。两段唱完了，加上最后面这一句，不过是人间的过客啊。所以这首歌啊，因为它一段是也算是蛮长的啊，所以它是做成两段。那它的旋律不难，好学，哎，蛮好学的。那唱起来有一些感伤啦、啊，有一些又悲愁在里面。那这是比较浪漫型的曲子啦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准备进入下面，老师把旋律给你带一次咯。Re mi mi do la Re mi re do re Do re re do re Do re re do m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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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 la Mi re do reSi si si do si la so so la。 好，这是第一小段，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小段。 Re mi mi do la Re mi re do re Do re re do 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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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 do m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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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 la Mi re do reシシドシラシラソラ。好，注意咯，那这个拉是低音的，后面接下去就要高八度上去咯，小心这个地方啊。ラララソミドレレレミラ，掉下来，ソラシソソ，高上去，八度上去，嗦啦西嗦嗦发嗦发发瑞咪，听一次哦。好，一样保持在高的位置，嗦啦啦嗦咪哆瑞瑞瑞咪瑞西哆瑞嗦，又高八度，西哆瑞嗦发嗦发瑞瑞咪，还是一样保持在高的位置，嗦啦啦嗦咪哆瑞瑞瑞咪，三个音，瑞咪瑞瑞瑞瑞咪瑞咪瑞，西哆瑞嗦，再上去，发嗦发咪瑞瑞咪，还是一样在高的，嗦啦啦嗦咪瑞瑞瑞咪瑞西西哆瑞咪瑞瑞哆西啦。好，
那这是我们的旋律了哈，这是我们的旋律的位置。那同学，你可以哈，在这个多年这边呢，你把它写上副歌，你比较会比较好分第一小段、第二小段哪里之后呢？哪里要进入到我们比较高的位置哈？好的，来，接下来我们把歌词呢啊，一句一句把你带上来了哈，我们自己来听一下喽。OK， 来听一下啦。下音乐，人生如梭，岁月如梭。好，那其实这不会很难啊，你就把滑音的位置把它带上去就好了。人，人，不要唱人，人生如梭，又来了，岁月如梭。这应该都会，没有什么难啊哈。来，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哈，继续往下看。来，岁月如梭，经历经历太多，不再炙热， okay， 只剩下孤独，剩下寂寞，还有放不下的执着，还有放不下的执，不要唱半拍半拍唱，四分之三四分之一的执着的执着，不是的执着，是的执着，很好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小段落啊，其实跟第一小段是差不多的哈。来，人生苦短， OK， 来继续，光阴似箭，倘若那天不再出现，好，空拍，好，就不再孤独。好，这里稍微讲一下哈，就不再，这三个字要快一点唱在一起，咪咪咪哆啦，就不再，你不要再，就不再啊，要快一点，空拍完之后这两个音很快加第三个音，就不再，就不再孤独啊，这个一定要感觉要抓到哈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，不再寂寞，何尝不是一种解脱，多年以后。好，那进入到这个地方，刚刚老师有讲哈，你把它写这边叫副歌，上面一小段、二小段唱完，进入这边，进入副歌，你看它就高八度音上去了。多年以后，就是高上去了，从这边开始哈，来。的我已远走，不知会在哪里停留。好，那这句是从低到高。不知会在哪里，就上去了、哦。不知会在哪里停留，不知会在哪里停留。OK， 来继续往下。也许会变成野草与火。又来了，总是人间苦果。好，继续。多年以后，等你想起我。好，这边稍微啊多个两个音。你想起我，你想起我，不要难。这边是低又高了，你看这边都是很多都是这种东西，低然后高上去的，要小心，听一下。不要难过，不要失落，不要难过，不要失落。哎，我们再继续往下看。倘若想起我，来，不要难过，不要失落。好，再往下了哦。人生如歌，歌中有我。
何？不过是人间的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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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客。好像这种小细节的部分呢，稍微注意一下。这整首歌它是不难的，那唱起来是有一点沧桑，所以有一点感受的曲子了哈。这个叫人间过客。那这个段落我们就先到这边，接下去会音乐让你自己来试试看呢。这种歌好学，哎，好学哈，不难，唱感觉，唱味道的。来，来咯，我们要下音乐咯，请注意咯齁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的一段了哈。那自己把它多反复拉回来，多听几次，多练几次。待要上课的时候，自己就已经很厉害了了哈。人间过客，这是我们这星期所学习的国语歌曲《人间过客》。那时间也差不多的，这礼拜的线上的教学啊部分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。那不耽误时间了，各位同学，拜拜，再见了。